学真的是这个表演的细胞啦，舞蹈的细胞都非常好。他们就是自己把影片看一看，然后可能一个传一个，一个传一个，大家就已经会跳这样的舞蹈。其实这我想这也是我们发热舞一开始最大的宗旨，就是说我们用最简单的舞步，但是呢它还是有一些一点点技巧性在里面，可是让同学呢就是利用一些课余时间可以让自己运动，然后健康快乐的跳舞。觉得它最好看的时候，就是很多人一起跳的时候。像刚刚我在跳，我就好想转头看这样，一个盛况空前的这个景色。嗯嗯嗯，对。